今次我哋大马自驾游嘅行程啊，将会由吉隆坡出发，一直北上怡保、太平、槟城，最后去到金马伦高原。一般自驾行程啊，至少要七日六夜，大家可以视乎假期调整行程嘅。自驾游嘅好处啊，离不开方便、弹性、自由，但大马自驾游咧更有自己嘅独特优势。香港同大马咧冇时差，落机揸车唔使眼中中，一样系油太车啊，道路设计相似，油价平啊，每公升只系约港币3.5，街霸平，每小时约港币1蚊。呢度好多景点啊、饮食食店啊、公共交通系去唔到噶，旅行团咧亦未必会去，要揸车捐窿捐下至揾到。同埋啊，大马天气热啊，又经常落雨啊，有乜嘢即刻上车避一避，休息一下再出发。仲有啊，自驾游两个人，又或者一家人啊，唔使人逼啊，途中感染病毒机会都低啲啦。終於嚟到馬來西亞啦！咁我知道咧，我哋香港人咧就最緊張就上網啊！如果咧喺錯過咗喺入境處之前購買上網卡唔緊要，出到嚟閘口咧呢度咧有幾間嘅網絡供應商俾大家選擇過。咁搞好電話卡之後，我哋就去攞車啦。除咗買上網卡之外啊，記得去埋找換店啊，唱馬幣喎。當然亦可以用櫃員機海外提款啦。出咗閘之後咧，我哋向右手邊嘅方向按住指示牌过对面大楼，然后落到地面咧就揾到租车公司啦。出发之前咧喺香港咧，我已经喺网上咧 book 好车啦。记得咧喺香港咧要申请埋咧国际车牌，嚟到填翻简单嘅资料就搞掂，非常简单。好啦，收车，租车公司好好啊，有职员咧陪埋我哋检查好架车，例如啊睇下玻璃有冇小裂痕啊，车身有咩位置有花痕。check 埋油缸咧，系咪入满油等等，单据上面咧亦都写埋你嘅租车嘅行车里数有几多，双方都觉得咧架车冇问题之后就可以签收啦。检查好晒架车之后啊，我哋准备出发啦。第一站去边度？梗系揾好嘢食啦，怡保我哋嚟啦。我哋沿住啊南北大道行走2小时40分啦，就到达第一个景点海里古堡啦。未到怡保之前啊，大家可以喺呢度作为休息站，顺便欣赏呢座拥有96年历史嘅欧洲式城堡。据讲啊，呢座城堡啊由一位苏格兰富商兴建，本来咧呢座楼高6层嘅主塔啊有大马第一座电梯，但系不幸咧古堡起到一半嘅时候咧，主人就病逝，呢个纪录亦都冇开创。城堡虽然未落成，但一样咁靓啊！现时成为 IG 网红景点，吸引唔少人嚟拍婚照啊！仲先后有荷里活同香港电影喺度取景，分别系法国主演嘅《安娜与国王》同埋《神偷次世代》。离开城堡之后咧，只要揸多半个钟头车，就见到好多小山仔啦，即系代表咧进入有山城之称嘅怡保啦。揸车真系好快到哦！要揾隐世食店，自己揸车去就最方便。呢間豆花店咧就出名呢個嘅彩色豆漿嘅，咁咧今日太晏嚟啦，人哋收檔啦，好彩咧我就留咗2支咁嘅彩色豆漿喎。呢個藍色大家估係咩咧？就係碟豆啦，而呢個咧就係紅蘿蔔啦。好可惜咧，就試唔到紅色嘅火龍果，但個人覺得咧紅蘿蔔就好好飲啦。哦，佢咗入邊係青色嘅，呢個就係黑豆嚟嘅。呢间叫靓妈豆花店系女生至爱，因为佢哋配料全部都好养颜嘅。呢个咧就系姜糖加椰糖嘅桃胶豆腐花，咁样个桃胶咧几好食嘅，好似一啲燕窝咁样嘅。同埋个豆腐花都几好滑嘅。怡保另一样名物就系芽菜鸡同沙河粉啊！
呢度好多地方都有得食，我就拣咗润记芽菜鸡。你睇当地人排晒队买就知咩料啦，档主真系做到冇停手。怡宝啲芽菜咧真系非常之肥噶，你睇下，大家睇到啦，香港嗰啲边有咁肥噶啲芽菜？呢只鸡咧，其实咧都好圆滑噶，就个豉油应该都很好好食噶。我哋今日食晏咧就嚟到德记啦，咁咧德记点解咁出名呢？就有呢个月光河喎。點解叫月光河？睇都睇到啦，有個蛋黃喺中間噶，聽講話好滑噶。我而家試下先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好味咧？哇！就咁睇個樣子都知正啦，香噴噴嘅鍋氣啊，裏邊仲撈埋豬油渣添。怡寶有好多名物啊，買翻香港做手信，例如沙田有，仲有雞啊。呢间盐琼林啊，盐焗鸡啊，全个大马都好出名啊！游客甚至当地人咧都会买翻屋企食。咁我又热嘅咧，就可以翻去放雪柜一个星期，就放普通冻啫，唔需要打冰，唔需要结冰。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啊！呢个咧就系冷藏嘅，佢可以放打冰一个月。负责人讲啦，一日可以卖500-800只鸡，你睇啊，工人做到冇停手，不断将纸包鸡放入去焗，每只鸡咧焗大概一小时就得啦。呢只鸡好食在于啊，焗出嚟好 juicy， 同埋充满浓浓嘅药材味啊！咪以为啊，怡宝得中式嘢食啊，西式嘢食一样点啊！我哋就揸车去揾一间隐世法国菜。呢位法国主厨啊，跟住怡宝老婆啊，翻嚟呢度开餐厅。我哋当晚点咗呢几道菜啊，其中最印象深刻咧就系呢款黑毛猪啦，外皮香脆，里面 juicy， 超正啊！怡宝名物啦，白咖啡又点可以唔试啊？呢度嘅冰镇咖啡啊，冰系放喺碟边噶。发觉咧呢个白咖啡咧冇呢个饮管噶，点样饮呢？其实咧就系用呢个根滗上嚟，逐啖逐啖咁样饮嘅。金香嘅萝卜糕，皮脆内软，仲有多款既好食又制作精美嘅茶果。蓝色嘅，好靓喎。系啊，个碟都好靓。可惜咧，食到饱晒，唯有下次再食过啦。食饱饱之后就去玩啦。我哋揸车嚟到咧，怡宝最著名嘅景点之一——景乐洞啊。呢个系一个天然中乳石洞，系怡宝三大洞穴之一。各位嚟馬來西亞租車嘅朋友咧，記得要買呢張 Touch and Go 卡喎，呢似我哋香港八達通，不過咧呢張卡咧就主要坐交通工具啦，或者揸車時咧嘅俾過路費嘅。如果冇咗呢張卡咧，都幾麻煩噶，所以記得要買啊！去到收費站時咧，記得要選用藍底黃字嘅 Touch and Go 車道。然后拍卡就可以过，现时咧已经冇收费站收取现金，用 Touch and Go 卡咧就最方便。如果要增值啦，可以喺油站啦或者便利店，每一次增值咧需要收取咧5毫子马币手续费噶。自驾游咧买保险就一定唔悭得啦，我个人建议咧就大家咧要买全保啊，即系冇垫底费嗰种啊，因为咧俾多少少保费咧保障咧就会更大嘅。买保险咧去到柜位买就得啦。点解要买全保？有揸车经验嘅朋友都知道啊，长途驾驶挡风玻璃咧有较大机会被碎石弹爆。买咗全保啊，即使爆咗玻璃都唔使赔，又或者咧遇到其他交通意外咧，亦唔使担心失晒预算。大马自驾导航可以用 Google Map， 但当地人咧比较喜欢用 Waze 导航，因为呢个 app 会有更多提示，例如影快相位啊、道路前方意外啊、塞车时间等等。只要输入景点名就可以找到目的地了。
最后一题啊，挡风玻璃前咧有张贴纸，提醒大家唔好带宠物上车、吸烟同埋食榴莲。同时啊，有一个紧急嘅联络电话，热线咧系以英文为主。万一路上有乜意外，例如爆胎、死火，甚至大吉利是撞车啊，租车公司都会派人咧帮手噶。